大家好，我们讲解一下第二式白猿献果式啊。这个首先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啊，白猿献果式怎么来的。开始，荷包打开，献果，像不像猴，像不像那个一只猴子跳跃。好了，我完整是给它做一遍啊。这侧的这叫白猿献果啊。现在开始讲解，原地不动，打开，合抱于胸前啊，然后这也叫就是猿猴，咱们以前前期做那个猿猴护胸式啊的这个形态，然后左闪啊，这种状态之后先打开，然后左闪，浮胯，好了，讲这个时候吧，就得没办法，就得捎带着把那个咱们这个。八步金拳的12个庄功，这是副手庄，给大家捎带着讲了一小下，但是不全啊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名儿。好，合抱打开啊，合抱打开，合抱到这儿的时候，两手交叉，你往右去的话就右手在下，往左去左手在下啊，打开，看见了吗？把胸前打开是这种形态。如果你这个你必须练一阴经啊，一阴经里有这个啊，一阴夫妻功里有这个，它的功力在一阴经里边啊。这种状态，然后左闪浮胯，看见了吗？左肩前右肩后浮胯，然后右脚抬起来跃步，然后落地时候双手与膝盖同高啊，目视右前方45度。再来一遍啊，合抱打开，左闪浮胯，穿出去，